我是隆基股份李正国，我为两会建言。应对气候变化、实现碳中和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。如今，光伏发电技术成本已经只有几分钱。国内光伏发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非技术成本比较高，包括贷款利息、土地税费以及其他各项费用。我们建议。 全面降低光伏发电的非技术成本，让渡出经济空间，通过政策引导，鼓励储能、氢能、电力调峰与电网调节，实现多能互补、综合发展，推动非化石能源比例更快的提升，助力碳中和目标早日实现。